听。推荐一款带气垫的拖鞋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踩屎拖鞋，穿上还特别静音，贼舒服，一体成型的。他家质量不用说啊，脚底肯定做的防滑，很安全。我最喜欢他们家的颜色，每一个色都特别正。便宜拖鞋以后味特别冲，他们家就不会。去年你们说我的拖鞋视频发晚了，今年我一开春就发给你们，千万别错过了。